بجد. لا مش راجل مقلي. وعزمة.树啊，那么好看，没见过，还辫子树，啊、哦，真的是辫子树，这么长的辫子，那么好看。哦，顺便跟你说，千万不要摘那个果子，那个果子会引起过敏，啊、哦，会很痒。修建吧，我知道已经修建时间很长了，感觉怪怪的啊，就感觉跟土堆一样，没什么区别。哦，没有那种神秘感。看一下吗？嗯，还有这哦，它这个在这里，哦，这必须在下面拍才好看。嗯，这里拍的没感觉。这个草屋，哇，这个草屋可不错啊，有感觉。
等一会儿的话，我们都可以到这里面。太美了，幸亏我们做这个才能记录住这些风光啊。真好玩，这里好玩。
一是的，你们那个有十六熟的时候是吧？啊，十六啥熟？十一吧。哎，秋天了，差不多。骊山那边哈。哦，骊山就临潼那块。是，我去上一次去过一次，但是没玩，我都被那个导游给蒙了。导游很会蒙人的，你们西安那边的导游太会蒙人了。导游这个职业在哪儿都是一样，没有一点职业道德。不，别的地方的话呢，他至少有一点职业道德，就是让你游完了，然后你再买东西。他是，尽量的给你往那种远的地方去，没意思去，就让你带到那个买玉的地方，就让你带到买玉的地方。我那个兵马俑那个、那里没看。他说那个项目里边有花花，对，那里面马王对那里面他们让我看。我跟你说实话啊，他说没看上。那个兵马俑那个东西啊，就是你不去你会后悔，你去了也会后悔。像我们去不去都后悔。我们是陕西人，我们都不去。真的、啊？他是这样说的吗？不是，因为你我没去，我后悔。因为你下不到，你下不到那个兵马俑里边去，你跟他最少都有3到5米的距离。啊，要看。你说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光绕着那玩意儿走一圈就没了。所以为啥跟你说下去会后悔，不去也后悔，就是这样。对，不去也后悔，去了嘛也后悔。去了也后悔，觉得没啥看头。我有点恐怖，我在那里害怕，我说那里面的人我怎么上班呀？我的天、啊，一个一个的跟真人一样的，对吧？哦，天阴森森的，我有旅游团的时候还好，没有旅游团的话，就跟那墓中生活一样。不是，他本来就是个墓。对呀、啊，我受不了，我秦始皇那墓里面啊，我吓得呀，我跟你说，我前面拽着人，后面拽着，都有点恐怖。我觉得简直跟墓坑里面上班，我实在太纠结了。看啊，很多梦。就是。在到西安旅游过呀，就觉得当官真好，当官的有权的话，多有感觉啊，是吧？哈，能够下去，有权就有钱。那你这次来没抱团吗？没有。实际在亚洲景区里边修的好的建筑，基本上90%都是墓。是耶。没发现？你说中国人基本就是修墓啊。中国人腐败归腐败，上次两大死了都带走了哈，把好东西都带走了。在欧洲修的最好的建筑，一般都是神庙之类的东西。对，人家是他们给神修的。人家也是把那个尸，等于是尸体弄在外面的，比方说像金字塔一样的，他把那个建筑上面的建筑搞得很特别，是吧？而我们中国的是尽量的是隐藏土堆，然后你都不知道不发现哪一天给发现这些里面是一墓哈，就在地下隐藏。害怕人偷，绝世都害怕人偷。人家外国人，不过埃及人有那种技术能让你害怕进去。对呀、啊，但是中国没有那个技术。好看的。哎，这个是大门。对，这边拍几个，这种视觉不一样啊。从这上面拍的话，视觉根本不一样，很有感觉。我不想在那种是要死要活的了。有没有考虑去香港那边？没考虑啊，
没关联。没办法，搞出人证。对啊，我没挂。嗯、还行吧，他有的不是那么夸张的。夸张不是吧？今天完不了呗，还要明天完。那肯定完不了。走。全面周到的导游讲解服务，景区内多项参与性娱乐项目及观景。阿尔卑斯之火You can exchange your nation ticket or the city ticket.
Information Center. Each one can change three information tickets to three food tickets. Welcome to watch. Have a nice day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nk you. 哪里啊？拿个什么？什么西瓜？要吧。 这个，什么？什么？有龙虾，有龙虾，他把它分到15倍。
他得多少钱呢？Thank you.
小姐，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嗯，哎，好嘞，谢谢您啊。
我们都还是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方式，我
德国科隆大教堂。这里在科隆市中心，始建于1244年，至19世纪末，历时6世纪。它的两个尖塔高1米4，是世界上最顶的四大教堂。我的意思是，科隆大教堂，科隆大教堂。我在前面，你还有还有吗？还有啊，你的
Thank you.
Thank you.
广场环球舞台上演全新歌咏晚会《路阳光》。中华门游客咨询中心下午5点开始免费兑换晚会观影券，凭门票兑换，每人最多可凭3张门票换取3张观影券。电梯区接梯座位自由入座。我们要照顾于我们的。Underground exploration in a rock climbing and bridging for the sea. Every day in the wind of the world. Thank you.
Thank you.
来明天等先吧。
thousands of Chinamen are a typical example of modern artifacts beneath Chinese fabric. The concrete shape of age stands for the personality of the root man in the confidence period. The upgradement of a bell-shaped element fo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dicates the meaning of extensive ruling abilities of the people. Whereas the upside down bowling decorating for the House of Senators entails the meaning of the House of 我这个大马路走，往这前面一点呢。
增加了负担。我站好，站好，一百三十，一百八。